家好，今天又是新的一天，故事每一天都在发生。新的故事，新的境遇，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充实。那么今天又有什么新鲜事呢？小编来给大家絮叨絮叨，让你在繁忙的工作后有一刻休闲时光。在这个颜值当道的时代，蔡徐坤的横空出世可谓锦上添花。他如同漫画中走出来的美少年，同时有着成为世界巨星的潜质，唱跳能力俱佳，战火偶像练习生冠军出道，在被误认为是韩国偶像明星之时，一句 We are Chinese 获赞无数，一夜成名。北京时间3月6日凌晨，蔡徐坤现身洛杉矶机场启程回国。看到蔡徐坤的出现，很多的粉丝终于能松一口气。这一次的异地恋总算是结束了，蔡徐坤的头发依然是小卷毛，像动物一样可爱，穿着运动服慵懒又休闲，洒脱优雅的气质像当初中。这样的好的蔡徐坤，大家喜欢吗？亲爱的朋友们，今天的文章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如果您对此有任何不同的看法，欢迎在文章底部评论发表您的观点，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。